大众群众。庄严群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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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当发愿生彼土。
Thank you.
坐断六根，无造作死。清泰故乡，横吞八极，破群分如槁日立天，疗重病如善见神药。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，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，利益无事，请譬喻言说之可及乎？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，请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，如何子成？依从佛像十根念，不觉花随足底声。Yeah.
Amen.
深浅世
有子红名，必尽该。古人道：青珠投鱼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，念佛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。西天有宝，名曰青珠，为此珠投入浊水中，入水一寸，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。此珠入水四寸四尺，乃至于底，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。当知清珠者，欲念佛之净念也；浊水者，欲杂乱之妄心也。当妄心杂乱之情，能举起一念，如对慈尊，按定六字洪名，一一出口入耳，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见。自是一念而至十念，乃至念念不已，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。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，正因凛然，纵念此生轮转之可悲，身念尘扰纷扰为可痛，举起一声佛名，直下更无意见，如太阿剑横按当轩，如大火轮星腾夜炽，万物应之则了，触之则伤，直至一心不乱，能所两忘，道家之说不容再举，捷径之词何劳挂齿，可谓正修行之神速，草荒变之正途，破死生执护之雷霆，足泥妄幽渠之日月。今宵三时系念佛事将云，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，决定往生，且到一念未蒙以前，还有这个消息也无。世心通己念合一，故国盈归俗未归，花外玉鸡啼晓日，远迎新佛奉慈威。
来迎接我与你。
念佛气从心出，结业其属外来，须臾被念佛之心，刹那即结业之所。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系念佛事，所及圣因，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。至今借香布浴，汇聚萤黄，迷云开而性天独朗，望尘尽而心地破通，诸根圆净，群业洞空，一举念，一花开，一路迎风，相扶一早，一池情，一古俗，寒烟对日，影落金元，惊行坐卧在其中，游戏逍遥非混外，得佛受用，策法圆底，常极光处处现前，大应王层层气会，更为亡灵事先忏悔发愿。Mm-hmm.